但是。所以现在我跟 Joyce 会来做一个示范，这个是怎样的一个互动方式。因为平常我们都是用手在 Hi-Fi 嘛，可是现在是疫情的期间，我们不允许用手来触碰对方，所以我们会用脚，就像这样。所以呢，你可以转向你的左右前后，跟你身边的人来互动。线上的弟兄姐妹呢，我也没有忘记你们，我们一起来做个隔空 high five， 一二三，耶！好，我们有请大家回到各自的座位上。我们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开始今晚的崇拜。诗篇六十六章一到二节说：全地当向上帝欢呼，当歌颂他名的荣耀，使赞美他的话大有荣耀。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赞美团。Okay,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不好？OK， 很开心的可以再看到每一个人。OK， 无论你是在这里还是线上的，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拍手唱歌唱praise our father， 我们一起拍手。全能真神，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
稣已经拯救了我们。We are free because Jesus died for us. We are brought out of darkness because He saved us. He is the King of kings and the Lord of lords. We praise you, Jesus.From heaven you came running. There was mercy in your eyes to fulfill the law and prophets. To a virgin came the word from a throne of endless glory to a cradle in the dirt. We praise you, Father.Because your name is worthy, your name is powerful, and you deserve all the glory and all the praise in the whole universe. So we praise you, Lord.
as my cross you bore, so I could live in the freedom you died for. And now my life is yours, and I will sing of your goodness forevermore. What is your name? What is your name?Jesus, you deserve the praise.
worship you our whole life, and we want to follow you. Please help us to love you more every day, and walk in the correct path. 我们一起向神祷告，祷告耶稣，帮助我爱你，请到我的生命。帮助我的心单单渴慕你，向神祷告。
身旁接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上帝，我们有机会一起的来敬拜他，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时候，何等感恩的一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因为你先爱我们，是因为你先把你的生命倾倒，以致我们现在愿意说，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上，我们是要回应你对我们的牺牲的爱，回应你那勇敢义无反顾的拯救，帮助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要显出那勇敢的爱，负责任的爱，合乎真理的爱。真的，这世上有许多爱的观念已经偏离了，已经是自私的，已经是走向欲望的。天父，我们要向你祷告，愿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真实的付出，真实的经历那真正的爱。感谢你，你把这样子爱的特质已经完全的显明在十字架上，也显明在你借着圣灵所教导的每一句话语上，使我们不至于失去方向，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感谢你把这教会建立起来，让许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当中，包括还没有接受相信你的，愿你都赐福他们一生当中经历这真实的爱，是最幸福最满足，也最能够深深的让我们的心得着安慰的爱。感谢你，这世界充满许多的纷乱，因此主，我们要向你来祷告，你的安慰，你的怜悯，你的鼓励，你的帮助要临到这世界许多的角落。我们要为着黎巴嫩的这个 大爆炸，我们向你求怜悯。整个这个贝鲁特的城市有一半被夷平了，我们求你真是来怜悯这地方，让许多的救助，许多的物资可以尽快的达到那个地方去，让心里面受伤的，主啊，他们要得着安慰，他们重新得力，可以站立起来。主，我们要为着这世界还有许多的国家地方面对这个病毒的疫情没有力气去面对，或者是非常忽略的去面对，我们求你真是让政府，让国家，让人民都愿意配合在当中，能够抵挡这威胁全人类的这样子的病毒。我们求你赐下智慧给研发人员，在研究这些的病毒的疫苗药物的时候，真实能够找到更多的突破，以致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疫情很快的控制下来。主啊，我们向你求怜悯跟帮助，在这样子的痛苦困难当中，帮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爱透过人，透过身边的事物显明出来，也帮助我们能够存谦卑的心，回转思考自己的态度，回应你给我们的爱。谢谢你，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愿你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鼓掌感谢爱我们的上帝。 OK， 各位请坐，把时间交给主席。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透过金钱向神献上感恩的一种方式。在奉献之前，我鼓励大家花一小段的时间来祷告，并且思考在这一个礼拜当中神所赐下的供应和恩典。
弟兄姐妹预备好了，线上崇拜的弟兄姐妹可以透过荧幕上所显示的银行账号进行线上奉献。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可以有次序的来进前来奉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为这奉献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有金钱来奉献给你，也感谢主你让我们有一颗愿意奉献的心。主啊，你看重的不是我们奉献的多少，而是我们愿意奉献的心。耶稣，我们也再次的将我们的生命来献上给你，求主你使用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计划当中。主啊，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待会的正道你的话语能够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 Amen。 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林若望传道，他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什么是爱。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我们这个真爱系列哈，我们已经谈到，就是说，如果你要不是说找对象了哈，就是说认识怎样的人你将来要择偶哈，就是你要找。要看的是怎样的人，所以这是第一讲。那么如果你已经开始谈恋爱了，那我们第二讲是讲到在约会的时候要做什么，应该要做什么，什么时候是什么东西是不要做的啊。那么第三呢，上一次我们是谈到什么还记得吗？激情和真爱的分别哈。好，所以怎样去分别，那么怎样make sure 你在的那个关系当中呢是朝向那个真爱的那个目标啊。好，那今晚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我还在学习的一个东西哈，是很重要的。那么是一生当中的学习。那你会发现，只有当我们越认识耶稣，越来越学像耶稣，我们才有办法学习这个真爱啊。所以我今晚要谈的就是什么是爱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你的话语里面说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如果没有去体验到你的爱呢，我们的爱是很肤浅的。我们求你带领，那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男女的关系里面，我们实在是来学习和应用你怎样教导我们怎样去爱。所以我们将今晚这段时间向你交托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在这边而且在线上的弟兄姐妹的情况，你按照我们的需要，你来喂养我们，来引导我们心里能够对你的心意有回应。我们这段时间完全向你交托，愿你来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好，那么如果有一天啊，你有机会跟一个你的对象哈，跟他讲我爱你哈，有些人已经有机会了哈，那么当你跟一个人说我爱你的时候，你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人尝试回答？你想象了，如果你还没有机会跟一个人讲我爱你哈，那你跟他讲我爱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会离开你，我永远跟你在一起，对吗 ？OK， 你买了一支很你心爱的吉他啊，我爱你，我永远跟你在一起。啊，这个也是爱嘛，啊，也是其中一点。但是我们跟人到底讲啊，可能你要跟他永远在一起，啊，可能你要请他吃晚餐，啊，可能你要陪伴他，可能你要半夜两点买沙煲给他吃，啊，你讲你很爱他哈。所以我们 有可能有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们今晚就是要看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他们讲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呢，他这个 不只是讲是男女关系，因为圣经讲我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爱对方，那是什么意思？这个父母亲对儿女说我爱你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呢，就是全部 都包含在里面哈。当我们知道这个爱的定义的时候，爱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啊，好，我要问大家哈，如果有人问你爱是什么，你会怎样回答？什么是爱？来，我听听一下一些回应。你认为什么是爱？当有人如果问你什么是爱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一种的感觉，爱是一种的感觉，还有吗？来，大家都什么是爱？一定知道的嘛，来，好好给我一个答案，什么是爱？爱是一个 promise， OK 好，还有吗？后面呢？爱是一个尾声，好，我们有不同的定义哈，当然这些你明白爱是什么，这些都会 fall in 啊，都会在里面。一般上如果问这个问题的话，top three answer 啊，我们来看一下哈，是什么？好，第一个很多人讲的是神是爱，对吗？这个是标准答案了哈。其实圣经也讲神是爱哈，但是我们这边大概有30个人，如果问你神是怎样的，可能你有稍微一些不一样的哈，你自己对神的认识，对吗？所以当你讲神是爱，可能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也有30种不同对爱的定义，可能有一些稍微的不一样哈，很多人讲爱是，就是爱的诗篇里面讲的哈，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只是爱的诗篇。那么这个呢是因为你有爱你而产生出来你的行动。OK， 它不是爱的定义，它是因为有爱，所以你会去恒久忍耐，你有那个行动，因为你有爱。所以你会很久忍耐，你会有恩慈，你会做不做害羞的事，你会凡事包容，因为你有这个爱，所以是你爱的行动。
好，那么第三呢，当然是很长，就比较青少年，爱是一种的 feeling 啊，是一种感觉。如果爱是一种的感觉哈，神需要命令我们去彼此相爱吗？感觉需要能够被命令吗？感觉是不能被命令的。比如说啊，你小时候你不想去学校，你妈妈一定要你去学校，对吗？你妈妈可以命令你去学校，但你的妈妈能不能这个什么要求你一定要爱你的学校？他可以命令你去学校，但是他没有办法让你去爱你的学校，对吗？好，所以如果爱是一种的感觉，他就不能够被命令了。所以当上帝命令我们彼此相爱，刚才有人讲大概爱是一种的 你 promise 你决定了，好，所以是一种的选择，所以你才会看到当我们选择去爱的时候，因为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那边是三章讲到的，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就是你要决定去忍耐的，它不是一种我感觉到我能够忍耐，不是你要决定你去忍耐啊。所以那一般上呢，我们都讲我们要去爱人，然后彼此相爱你要去爱人啊，你要去爱你的邻舍啊，你要有爱心啊，我们都被教导要去爱，但是我们很少被教导说爱到底是什么，你要去爱，爱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定义是什么啊。所以那也因为我们没有很清楚的爱的定义呢，我们就采用世界上的爱的定义。好，世界有世界爱的定义，基本上世界的定义是什么呢？那如果你一般上比较明显，如果 你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男女主角在船上有亲密的举动，那你会讲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不敢讲出来。我会讲他们在做爱，对吗？所以这个什么？这个是世界给我们爱的定义，他们在做那个爱嘛。所以爱就是好像身体那种肉欲，那种满足你身体的那个欲望啊。所以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世界的定义是你要在对方身上来满足你自己肉体的那种欲望，所以这个世界给的定义。那么特别是基督徒的话，那我们没有圣经的定义，我们就慢慢的被世界的定义去影响扭曲了我们对爱的观念啊。在美国做了这个一个调查，就是这基督徒的啊，基督徒的这些年轻人哈，当问到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那婚前性行为是 OK 的啊。在美国了哈，你猜猜有多少%的人讲 OK 的，没问题？38%啊，就基本上是三个里面一个，或者是两个里面就有一个是觉得没问题，因为他们的这个对爱的观念是被世界的定义所影响，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圣经给我们定义，让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啊。那圣经里面呢，是在这个以弗所书5:28-29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开声来读，一二三。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所以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讲爱妻子要如同爱什么？
自己的身子，你奇怪，怎么不是爱妻子像爱神这样的爱妻子呢？他没有这样讲啊，不是像爱神这样啊，乃是爱自己的身子哈。那你讲这不是一点太自恋了吗？啊，不是不好吗？其实要懂得爱自己，你才会懂得爱人。所以特别姐妹们啊，你千万不要嫁给一个只懂得爱你但是不懂得爱自己的人，因为他不懂得爱自己，他就不懂得爱你哈。我们看到很多婚姻出问题是其中一个哈，最主要原因是这个男人不懂得爱自己，所以他就不懂得去爱妻子哈。好，那我们先来看这边所讲的，就是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我们能够爱自己，然后我们才懂得爱另外一个人。耶稣在大诫命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神，然后爱人如己，爱人如爱自己，就是我们要懂得爱自己，我们才能够知道怎样去爱人。那你可能说圣经里面也有谈到不可以专爱自己啊。我给你那个经文啊，提摩太后书啊，这边讲到在末世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英文是 lovers of self， 就是他专只是爱自己啊。那有以下的这些行动出现，因为他专爱自己，专顾自己啊。那么这个 lovers of self 啊，他的这个希腊文叫做 philatos 啊 ，philatos 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 philio， 就是爱了啊，爱的其中一个字 ，OK。那么它是一个 deep intimate 的一个 relationship 啊，爱。然后另外一个字呢是叫做 auto 啊 ，auto 啊，就是我的意思哈。然后 autograph 就是我自己。签名哈，签我的名啊 ，autograph， 或者是另外一个字常常出现，就是 automobile， 有没有听过吗 ？mobile 就是那个交通工具哈 ，bus 啊，什么都是 mobile， 能够移动的啊。但是 automobile 呢，就是我的私家车，不是 bus 啊，我的私家车。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一驾上去，我要驾到那里就驾到那里，是 automobile， 是我能够。就是可以自己带自己要去的地方，所以 philo 和 auto 这个两个字加起来专爱自己，就是它其实是讲到我们自私的只顾到自己的需要，然后不管他人的需要。那比如说很简单的，就是在恋爱中，恋爱两个人打得火热的时候，这个男生呢就跟这个女朋友说我非常的爱你，我要跟你有性亲密的关系，这个就是他只想到自己，philatos 啊，好，所以圣经讲的不可以是这个，是这个不可以专顾自己，但是圣经讲的爱呢，之前呢讲到爱人如己啊，你们要爱妻子啊，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啊。那个爱呢，他用的字就是这个 agape， 这 agape 就是 other-centered 啊，就是不是我的需要，是我想到你的需要是什么，我愿意来付出啊。所以这个 agape 是一种以他人为中心的爱，不是专注自己个人的利益，而是着重于给予和发现。神对你在他人 生命当中的这种生活的意义哈，所以 giving and finding God's meaning for your life in another people 哈，所以这里是讲到这是一种给予的爱啊，给予的爱。那么这种爱呢，是如果我们不会爱自己，我们没有这样的capacity。而且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去爱别人，我想大家
可能会知道你们坐飞机的时候、啊、飞机会告诉你什么，如果没有 空气、啊、的时候，这个氧气、啊、氧气、啊、罩就会掉下来。那么那时候如果你身边一个小孩，你跟一个小孩，请问你先要把那个氧气给谁、啊、他是告诉你你一定要自己先有，然后你才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对吗？如果你先把氧气给他的，因为那个只有几秒钟没有空气啊，你可能就晕了，所以你救不到他，你也救不到你自己。好，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要爱他人先，我们先要懂得爱自己。当我们有那种 capacity 的时候，有那种的能力的，我们能够爱，知道怎样爱自己，我们就有能力去爱另外一个人。好，那么讲到这边，这我们先讲到就是我们需要先爱自己，等下我们会讲到我们怎样爱自己、啊、OK。 那么现在我们讲爱的定义是什么，讲这么久、啊、也还是刚才一段的经文，就是说你要爱自己的身子，然后、不要恨恶自己的身子、啊、那么你要怎样爱你的身子呢？这里讲的是要保养顾惜、啊、就是 nourish 和cherish 这两方面。所以怎样爱的定义是什么？当我讲我爱自己或者是爱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会去保养和顾惜、nourish 和 cherish。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爱就是那个定义，我们讲到定义、啊、现在讲到定义，就是透过保养和顾惜带来关系上的成长，透过保养和顾惜。那么我们需要在哪一些方面成长？我曾经谈过这样，我们从耶稣的他的这个最完整的一个人，最完美的一个人，那他的成长呢是在、智慧、神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所以这里就是这四方面，智慧就是在理性上，然后身量在身体上，神喜爱他的心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以及人喜爱他的心，他跟人的关系、啊、这十方面呢 他都成长、啊、所以意思说如果你爱你自己、啊、你会透过，等下我们讲透过保养的故事呢，在这四方面来成长、啊、比如说、啊、当你爱你自己的时候，哎，好，我们用、现在的一个我们比较明白的字、啊、因为 nourish、cherish 我们可能听了不大能够抓得到是什么意思、啊、nourish 就是、好像 你 种这个植物，种花的时候你要给它什么？你要给它水，要给它肥料，对吗？要施肥、啊、那么除了给它水、啊、给它施肥之外，你还要把那些杂草，对吗？把那虫给除掉，蚱蜢给除掉、啊、所以你要、一方面是供应 nourish 是供应它的需要，然后 cherish 顾惜呢是保护它，所以是 provide 和 protect、provide and protect、啊，所以当我们讲到爱自己的时候，意思说你会在这四方面，你怎样 provide, nourish, 怎样供应他这方面的成长的需要，然后怎样 protect, 怎样保护保守自己免于伤害这些地方的东西。我们讲的很比较清楚的一个例子，比较 physical 了、啊、physical 我们的身体，那你要你的身体能够成长，你也需要怎样的供应它？你要供应什么东西？好、啊、养料，对吗、啊、好，就是这个有营养的食物、啊、有时候包括一些维他命 Vitamin C、啊啊、让你增加抵抗力，所以你会去保护它，然后你会、你会运动，对吗？你会运动、早睡早起、啊
啊、这些、啊、所以这是你怎样供应自己的需要，然后你要保护自己，对吗？保护自己身体免受、这些害到我们身体的东西，你要怎样保护？就是你尽量不要吃junk food，对吗？啊，然后你要尽量、不要让自己晚上两三点才睡觉，对吗？啊，所以这些是你怎样保护。所以当你、有供应他的需要，你有保护他，那你的身体我相信会很健康的成长，像我们今天这边所有这边的人、啊、看你们、都很好，都有锻炼、啊、我刚才 刚跟佑才谈的话、他真的是、啊、你可以听听他分享他怎样、锻炼他的身体、啊、然后他怎样保护自己身体、不就是他说现在他很早就睡了，大概十一点就睡了，以前他两三点才睡，现在他开始保护自己身体、啊、早睡早起、啊、所以这是他保护，然后他怎样锻炼他的身体、啊、我只是不懂吃方面他有没有、这个养分什么、啊、所以在这个事方面我们如果讲爱自己呢，我们要去看我们怎样的供应和保护。那么当你说你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你会供应他这四方面的需要，然后你也保护他这四方面不受伤害。好，所以、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讲到约会时候要做什么，对吗？你们知道约会时候要做什么吗？那个星星五方面平均的发展，对吗？啊，所以 你就要看、那颗星、啊、那颗星、里面呢，它当然包括 mentor、啊、你要怎样的供应，比如说我们 一起看一些书啊，听一些的、message 啊， 谈一些的课题啊，价值观啊，这些是在、mentor 方面彼此去让它有成长。然后怎样能够保护你的 mentor， 意思说你不要去看一些不好的东西、啊、在、网络上一些的这个、色情的东西，它是在扭曲你的思想，你对人的看法，所以这些东西呢你要 protect 你自己、啊、所以、在 mental and physical 你知道 spiritual 啊，怎样彼此的来分享、啊、你的读经的学习、啊、你跟上帝的关系、啊、上帝怎样教导你、啊、好，一起祷告，所以这些是、spiritual 两个人一起要成长的。那么 要保护的是什么呢？可能它包括不要去看、这个星座、啊、horoscope、啊啊、星座、啊、这些、啊啊、或者是去参与玩一些你知道跟灵界有关系的一些的活动、啊、这些都要小心，不要让自己陷入在里面、啊、所以、各方面的成长、啊、那么 你会看到在爱里面呢，它不单只是供应，它也包括保护，对吗？啊、顾惜、啊、就是保护。那么通常我们不大喜欢保护，因为我们要保护就是说我们需要做一些，可能我很喜欢这样，我很喜欢半夜看手机看到两三点、啊、太多东西看嘛，而且是玩 game 玩到两三点，我喜欢。但是为了要保护我自己，因为我爱自己要保护自己，我需要设那个界限。那么我们都不大喜欢设定界限，因为设定界限我们好像失去自由，对吗？好像失去自由，哎呀，你这信耶稣的谈恋爱还要讲什么东西不可以不可以，真的是麻烦了，一点自由都没有。那我们要怎样去看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他的诫命律例是什么？是为了限制我们吗？对的，是限制我们，是为了让你们觉得这里被绑住那里被绑住吗？上帝的目的不是这样，诫命律例呢，他的目的是要为了让你得福、啊、为了让你得福气哈、啊。很简单的，为什么我们、你驾车在路上，你驾车的时候那个马路 有界限的，对吗？有马路边吗？有界限的，然后有红绿灯啊，有这么多的
这些的诫命哈，对吗？为什么呢？他主要的目的啊，不是说 要来对付你，他主要的目的是让你按照在这个界限里面呢， 你去驾，你就能够自由的到你要去的地方，到达你的目的地。但是如果你说，哦，我不要这些东西，不要这些界限，我随便乱驾，结果你撞进龙沟里面呢，你其实是更失去自由。好，所以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诫命啊，你了解是我们需要 保护我们自己，要 set the boundaries、啊、这些界限呢，其实是让我们能够得福、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态。那么谁才是真正我们可以、去体会真正爱，真正的爱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所以真正的去体会这个爱的意义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爱我们每个人，他怎样爱呢？就是他供应，他供应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向灭亡，对吗？都要走向灭亡。他供应我们什么？救恩。他供应我们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救恩。他也供应我们圣灵的感动和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他供应，不但供应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救，他也供应圣灵和 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怎样过一个丰盛的基督徒生活。这上帝都供应我们，所以他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救恩，他也保护我们不至于走向灭亡。这是上帝的爱的、讲爱我们 他是这样的、啊、那么甚至为了要供应和、保护我们，他愿意为我们牺牲他自己，愿意舍己的一个地步、啊、所以很长的时候，我们一般上世界给的对爱的定义是，我爱你是什么？我要在你身上得到利益，得到要满足我的情欲。我爱你，我要从你身上得到。那么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不懂什么叫做爱。那么只有当我们了解上帝的爱呢，上帝爱我们，他是愿意牺牲自己来供应和保护我们，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才会、越依靠上帝，越信靠他，越靠他的能力，我们才有这样的力量来爱我们四周围的人，是透过、供应和保护他们。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讲我也在学习，因为我还有很多自我在我生命里面、啊、所以我要学习越认识上帝的爱，也越依靠他的大能去供应，去保护我身边的人。那么当我供应保护的时候，我就要学习、因为我要保护他，所以我要很久忍耐，我不能够这样子发大脾气，那是伤害他，对吗？所以、我就会有这个学习，生命当中慢慢接触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这些爱的诗篇里面的那种果子，那种的行动出来。所以、我是鼓励大家，我们能够、去多体会上帝怎样爱我们，那我们才懂得，才有这个 capacity、去爱我们四周围的人。那你们这里将来也只要都要会做父母亲、所以我们也真的是需要一开始呢，在要预备进入婚姻，就是择偶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就要先要知道爱的定义是什么。当我讲我爱一个人，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舍己的来供应和保护他。然后在我们的夫妻生活当中呢，也要成为那个爱的这个模特，能够有那个榜样，然后
也只有爱才能够传承给下一代，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其中最大的是爱。好、所以在你们有两个东西，我要你们、等一下可以谈，或者是你们回去要做的、下一章有吗？ OK， 好，你、如果你还没有谈恋爱、你先想学习怎样爱自己，对吗？所以你要做计划，在、这个事方面、你怎样爱自己，意思说你要供应什么，你要怎样的保护自己。好，那如果你已经谈恋爱了，或者是已经结婚了，你们可以谈我们怎样成长嘛，所以什么东西是可以在那个 provide 的范围之内，什么东西是在 protect 的范围之内，会明白吗？好，所以等一下你可能可以分享其中一样嘛，你怎样爱自己的，在哪一些哈，你可以 provide 和 protect 哈。好，所以爱是什么？再问大家一下。啊？爱是，爱的定义是什么？是透过什么？供应和保护。带来，你要带来什么？成长啊，成长，你个人的成长，你们关系的成长。所以、这个需要去 practice 应用。那么应用过程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需要我们要学像耶稣，我们放下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好，我们就来唱回应诗。我们一起起立吧，大家一起起立。
是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的爱，不是世界定义的爱，乃是神的爱。所以我们求你带领我们继续去体会你怎样爱我们，让我们学习来这样的爱我们自己，也爱我们身边的人。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朋友当中，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彰显一份不一样的爱。这个爱是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愿你来赐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请坐。谢谢林若望传道分享当中的提醒与鼓励。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首先，下星期的讲员是朱恩年传道，他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当公义和怜悯相遇”。接下来这项报告，非常的重要。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没有加入到服事团队的，我鼓励你们来参与我们一起服事。因为神赐给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才干和能力，我们都有着不同的才干和能力。如果你有着对音乐的才干和兴趣，你可以加入我们的敬拜赞美团。如果你有着对电子科技或者是摄影有兴趣，你也可以来加入我们一起的来侍奉。当然，如果你想要像我一样在这里主持，但是你有点害羞的话，不要害怕，我都可以站在这里，你们一定也可以。好，接下来是小组的时间，请线上的会众和在场的会众都不要错过我们的小组时间。报告完毕，我们下星期见，同样时间约定你了，拜拜。